Ikan bakar apa, apa ikan? Ikan ada cakap. Cakap ada langkau ni. Bukan. Ini paling besar pun 38 ringgit ya. Tak sampai 1000 ya. Sikou shuo dama, da jia hao a. 这个雨已经连着下了三天三夜了，这边叫长命雨。这是我家附近啊规模最大的一家马来餐厅，其实我爱吃马来饭，就是里边这家露天半露天的。然后这边上这个，刚才卢总告诉我这是卖虾面的，其实我特别的爱吃虾面。这边虾面呢有两种，一种就是清真的，一种是不清真的，就是这种就比较适合我吃。你看它还有就是，其实马来人也是吃炒粿条的哈。不吃。不吃啊？吃。对呀、啊，这做法跟我们啊，它是带汤的，带汤的，还有炒粿条呢。看这家餐厅，装修的多好。有人跟我说这马来语，就是你会汉语拼音就会马来语，一看，对、啊，然后八看。对，烧鱼，嗯，一看是鱼，八看是烧，烧烤 ，BBQ， 嗯，扫描扫描，嚯，这里头正经还不错呢，看看人这儿养的还有大锦鲤，小桥流水，嘿，咱们俩坐哪儿啊？没有华人，还卖蛋糕呢，还有甜品呢。啊，你看，问题是咱俩进来没有人，没人招呼咱俩。两位。多少？他这里头都是大桌，他外头都是小桌，但是外头下雨呢。这边啊，好，听不懂。哎你看人这个服务员的裤子，这工作服啊，一个比一个长，都是开口的。你不要老说马来人土，知道吧？你在马来西亚吃饭吧，你说中文吧，你一定要说赞美人家的话，你不能说那个不好的话，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听中文，他就是不会说，他们一般也会听，对吧？但是我要说北京话，那就不一定能听懂了。哎呦，这是什么海鲜餐厅啊？这是套餐。套餐。嗯。啊、哦。这咱俩呢，还需要套餐吗？坐外面有地儿下雨吗？在外边也行啊，人是觉得咱俩人是太少了是吗？没了，这边呢人多了。啊，好，人多了，走。你对，坐一个安静点的地儿，你会不会很尴尬？对吧？卢总不愿意坐在马来人当中。这儿好，这儿好，你坐那边。我坐门口，对吧？我是外国人，无所谓，我不尴尬。啊，我是穆斯林，我是半个穆斯林，我就更不尴尬了。说实话，那都好了，奶奶，那都没有好了，那好。你来这儿吃过饭吗？嗯。你会进马来人的餐厅吃饭？没得选择，没得选择就会进，对，有选择肯定不进。对，你看着。你们现在奉行的政策是大马一家亲啊！哎呦喂，这个真好，先点菜吧。俩人套餐，拉拉，
这个五个菜咱俩吃不了吧？四个菜，那是，四个菜都是什么呀？你我就看清楚，拉拉、苏东，一个鱼，一个拉拉，一个苏东，一个干贡还是盖兰、芥兰菜是吗？嗯，套餐吗？还是咱们单点啊？单点呗，烧鱼，烧鱼，嗯，咱俩来份烧鱼。你老这样，人说了不好。怎么样？要还千多块的？什么呀？什么意思？要看清楚价格是吧？啊，对，一会儿要问一下，咱们不吃那个石甲鱼，大多数都是石甲鱼、啊。人家有明码标价吧？你就对，这你问清楚了啊，别一会儿给咱俩砍了。这是什么呀？羊腿套餐啊，鸡肉套餐，鸡肉。这是西式，西式都算。这个是什么呀？小螃蟹，小卵哦，卵壳，卵壳蟹炸的。来来，做鱼做鱼面呢？啊，我们的鸡面呢？这里有的蟹，一根锅蟹一个白。Ah, tak boleh. Dia order lekat pun. Belum order lekat pun order nasi putih. Boleh? Ha? Nasi putih, ha? Nasi putih. Boleh? Goreng-goreng tak tahu sini. Boleh. Boleh? Okay, nasi putih. Kita sini ada... Show you, ada ikan bakar. Ikan bakar ada, sotong goreng tepung. Tak mau set lah? Bukan set. Dia, you boleh order pakai menu ni. Order lekat. Dia boleh, tom yam ada. Sup ada. Ikan bakar apa ikan? Ikan ada siakap. Siakap ada langkau ni. Bukan. Ini paling besar pun 38 ringgit ya. Tak sampai 1000 ya. Ya, 不要跟人斗了，赶紧点菜吧。连点什么鱼？烧鱼，烧鱼。我这耳哑嘛。来的贵，来的贵。这捡贵的吃，捡贵的吃，什么贵吃什么。banyak order tak kau, katanya mesti cakap 1000. Tanya dulu. Kami 来一份这面吧，我看这面都有食欲，然后要一个青菜，要一个苏冬就可以了。这个面多大个？面多大个？不是，面的都过的，中央他妈素。哦，他没有干炒了，他只是汤了。这种是什么呀？咱们要这种的汤。就在那。这个没有啊，真的，那算了，那下次再吃吧。下次我出去吃虾面去了。这个是苏冬是吧？对。咱们来这个。当过的闺蜜。然后来一个青菜。嗯。还是来辣的还是不辣的？辣的呀，咱吃米饭，咱们要一辣的。不辣的。还没不辣的吗？慢点。不。今天这是多少？如果说羽毛要不少呀，这25克，250克。Uh-huh. Oh, boleh lah untuk diorang makan. Kalau ini dia potong kecil. Ni apa lah, su dong atau si xiao dong? Kita dua orang. 你说大只的还是小只的是吗？对，大只的切成圈的这种。不是啥吗？不是啊，我没啥不，没啥你。没啥不拉丝，没啥不的。啊，对的。这他妈可费劲了。这明儿我自个儿来，这吃个饭可费劲。吃个速冻还得问，还得分大的小。东没啥不来，不中。Nasi putih dua. Ah. Cai na. Sui bian, dian ge qing cai, shi mo kong xiu cai, you ge zhong yang, zhong yang. Wen xi zui la. Ne da mao zhong yang, ne mao gai lan. Na, gai lan jiang xin. Zhong mo bei cai. Jiang xin. Jiang xin. Jiang xin na. Ya, bai fa. Gai lan yong gai na tin. Apa kerang ada? Kerang lala ada? Itu lala. Ni lala mang. Gai lan.我喝酒怎么吃辣辣？辣辣的，不留把麦子了吗？你说人家ayam呢？ayam goreng kini，嗯，对。然后怎么？我一个拉茶，一杯拉茶，一杯热水。爱高升班呢？爱都是爱班的哈？啊，爱班呢？你要什么？要沙爹呢？有。啊。它是什么鸡肉的？牛肉啊，你也不吃牛肉啊？鸡肉跟牛。你不吃牛肉吗？你。你
五寸的。还有羊肉，这个什么大什么令，这怎么样？大令。大令。大令。大令是牛。是牛啊，大令是牛啊。它不是牛，它是肉。肉。但是他们放大令呢，这边的人呢都已经惯了。是什么肉呢？牛肉。牛肉，不是羊肉。不是。我怎么记得羊呢是干饼。不烂不是羊肉。那个人家。这后边这小村住的都是马来人是吗？对。那这开餐厅的，这是这村里的人吗？应该不是。我，这个真是马来奶茶。你跟他说了少放糖。少奶。少奶。你说少糖不就完了吗？因为这个是加奶的，不加糖的吗？就加那个奶昔的，那个奶昔那么甜的。哟，下跌来了。对，这个看着人家卖相挺好啊，人家给摆盘摆的多好啊。来来来，尝尝，我都不怎么吃的，你先尝，你吧。今年开始要多吃马来饭，知道吧？哎，多吃马来饭，看看他这……哦，对，你不吃牛肉。有什么牛舌呀、牛尾啊一类的，可以去那边的吗？海边，你们家对面那边，那跟这个差不多一样，一样吗？这个烤的真烤的不错，我都不爱吃这个，这可比小贩中心那个烤的强多了啊。说实话，这个是不是好吃？这是什么萝卜？面啊？饭。饭啊？饭就不吃，就是吃白饭。这就跟中国那羊肉串儿的，有的那个羊肉串摊儿就很多人，有的羊肉串摊儿就没人。啊？这是华人吗？这就能看出大马一家亲吗？刚才我进去的时候我还怕你尴尬呢，这下你不尴尬了吧？啊，你不尴尬，我就不尴尬。我不是不惯吗？哦，我不尴尬，就是别人尴尬了。是说苏东，这叫什么？香辣鱿鱼。这是什么？这个点的这是什么？鸡肉，宫保鸡丁啊，马来宫保鸡丁啊。嗯，这青菜，鱼呢？鱼呢？快了，烧的没有这样快乐。我靠，那你又点多了吧？啊，这不喝酒了，俩吃得了这么多菜吗？可以啊。你这是怕给华人丢脸是吧？多点点啊，不能给华人丢脸是吧？你来马来西亚旅游。你一定要尝尝这个马来菜，他们也有厨师是吧？就跟那个中国那厨师一样了，煎炒烹炸都有。是马来人吗？是。但是这跟中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味道，他们用的调料不一样。这个我吃半天，这个我觉得有点那个虾酱那个意思，但是。咸鱼再吃又不对，哦，是咸鱼，所以我说有海鲜的味道嘛。咸鱼芥蓝，就你没有吃过的味道，你就会觉得很好吃，还有点酸酸的味道，这个菜，这个辣炒，这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麻辣香锅。只不过没有麻，他们这个其实也挺辣的。还有刚刚表达这样的，这道菜其实卖相也不错，香豆、胡萝卜，还有这种玉米笋，然后还有洋葱，还有菜花。他本来是要做酱的，不是要做黄酱的。其实他们的菜哈，嗯，来。
都是差不多的，可是你要辣跟不辣，你说都是一个味儿，都是一个味道的是一个食材，一个食材，对。然后呢，它可以做辣，可以做不辣的。啊，你在这边吃中餐，中餐还是中国那些传统的调料在里面。马来餐跟那个泰餐，它就有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香料在里面。这种叶子，中餐里头很少见吧？不少，不少。这个青菜炒的真不错，这酸味是因为有放西红柿。他俩的战斗力还是挺强的。我们是6:21，我看表点完的菜，现在是7:05，我们都吃完了，鱼还没有上。然后卢总问了一下，说我们的鱼呢？他说我们没点。其实我听着你点了，但是没点就没点，下次再吃吧。最近这边疯传的一件事就是开放旅游了嘛，很多人去兰卡威旅游，有一堆马来人，还是在一个马来的水上餐厅哈、吃饭，点了一条鲈鱼，他们叫石甲鱼，其实就是咱们的金目鲈鱼。一结账，这条鱼啊，1000多是吧？1100，加上他吃的别的是1300多。对。然后就问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条鱼大，7公斤啊，14斤。然后老板说，这鱼为什么卖这么贵呢？是因为这条鱼它已经养了11年了，不容易啊，养了11年，所以就卖的稍微贵一点。但是有人就说这餐厅才开了8年，是吧？说这鱼得养到11元。他们其实人家也是明码标价，就是按克卖的。100克多少钱？他100克是卖多少钱？16块，100克是16块，1公斤就是160块。他可不是嘛，7公斤嘛。刚才你看他这儿卖多少钱？100克。他这边1公斤16块。这儿1公斤16块，那就是100克是1.6块。你看这差别，你们要去兰卡威。为什么卢总刚才一进来，他一说他就笑了？提兰卡威这事儿啊，这卢总就是问他们，说你这鱼不是兰卡威来的吗？他也笑了，因为这事儿现在整个马来西亚都知道，所以就很多人都说你现在出去吃饭一定要看好价格。人家那个兰卡威那个鱼，人说我明码标价，所以你吃饭前你问问。这鱿鱼我们也问了。还明码标价，但是他没有跟客人说中。那客人看见哪条鱼了？说那大的，比较大的，没看吗？哎，这个就说不清楚了。他只是讲大而已，没有讲话多大多重。假如他一跟人家讲话，你这鱼超过3公斤，马来人不吃了。他人多呀，小的那条大的他也没剩下呀。他们十几个人呢，他们绝对不会点。哎呀，得了，今儿这烧鱼是吃不着了，下次再吃吧。一会儿咱们看看这边吃一顿饭要多少钱。这边车都停了，2个停车场，他那边还有一个大的停车场，满了。啊？你去买单去了？我这菜都出来，我第一次来吃饭，这雨都下大了，你往这边坐。你第一次来，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来。他一个套餐4个菜是80，那咱们没有那鱼，没有那个鱼，咱们是3个菜，这个是单给钱还是算在一起了？就80呗。人家你请我吃。多了少了？多了。80多了，反正是减一个菜70。明天你也可以带我来吃。说多少钱不就完了？没看明白。38.5。我震惊了啊！
四个菜，这是多少个多少个羊肉串？不是，这是鸡肉串。十个，十个是一块呗。一块一，一块一一串，是吗？对。哪儿都没看到。下面。哦，最下的。来吧，咱得说一下，这个十个鸡肉杀爹是11块马币。苏东，看我这还能看懂啊。我这个苏东是7.5块，这一盘菜7.5块。Nasi 是1.3块，两碗饭是2.6块。这就看不懂了，6.5块是什么？芥蓝6.5块，阿亚姆鸡肉。鸡肉也是6.5块，等于最贵的就是这海鲜7.5块，芥蓝6.5块，鸡丁6.5块，这个最贵，这个11块。不喝酒吃饭真便宜啊，没有算水算吧。哦，这呆大林是一杯是1.1块，哎，不是，一杯是2.2块，两杯4.4块。所以我们这顿饭38.5块，要搁平时你知道吗，我38.5块还不够我们俩喝酒的呢，不喝酒是真省钱啊。雨下小了吗？你看这个车进来都排队啊，这个地儿还可以再来。下次主要尝尝它的烧鱼。既然买鱼啊，也不贵，它的鱼38块。就如果咱们那个鱼点上以后，要是吃了以后，那一份鱼是38块，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吃一顿马来饭，回见吧。